蔡坚志今年52岁，30年前他从台湾科技大学毕业后，参与了长达11年的自闭症研究计划。2003年，蔡坚志开办台湾第一家医教结合的儿童发展中心，后多次受邀来到大陆分享融合教学理念。2014年，蔡坚志先后在山东、上海、江苏等地开展融合教育培训讲座。2020年5月，他来到武汉，开办了湖北首家全日制融合教育中心。6月4日，自闭症职能治疗师、儿童发展教育专家蔡坚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帮助这些特殊儿童。国家就是一直在推广这个事情，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说有幸在这个时间能够参与，其实还是蛮感动的。因为我本身是这个行业的，那我是觉得说舍我其谁嘛，对不对？那在这个行业里面，自闭症小朋友其实不要说是武汉，就是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很需要。记者走进该教育中心，看到17位患有身心障碍疾病的特殊儿童，在特教和康复师的带领下，开心的学轮滑，秩序井然。据中心老师们介绍，入学初期，孩子们总是低着头，拒绝独立走路、吃饭等等，而现在几乎与普通孩子无异，许多都即将可以进入普通幼儿园上学。我们的理念其实就是帮助他了解这个世界，那帮助他周围的人事物也了解他，那能够相安无事。那基本上他的生活品质就进到下一个阶段，那我们这个时候对他的这个介入是帮助他能够提高他更高的生活品质，那这个部分只要能够我们去介入，通常真的是有效果。相比于普通孩子而言，自闭症儿童天生对环境的感知能力极为敏感，情绪更不稳定。蔡坚志常常身着绿色、黄色的 T 恤，明丽的色彩能让孩子们感到温暖和宁静。其实这些特殊孩子呢，他不是独生猛兽，就是我们只要经过一些特别的处理，那其实这些孩子可以跟我们孩子一起上学，我觉得这些孩子应该能够得到公平的一个待遇的话，很蛮好。只要我们能够把他们去污名化，对不对？这他不是一个病，他是一个特殊的需要的孩子。据了解，30年来，蔡坚志在海峡两岸疗愈过的自闭症儿童总计超过4000人。